走个顺炮，后续走单匹马的变化啊，这个直播间没有拓展过这个棋。我们家后德再不走了吗？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。觉得棋还不错的小哥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一张门卡是大的大，喜欢朋友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哦。多少青春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哎呀，今天坐起来吧，今天。行情不好更要努力集中精力。哎，中坑了，你看下一步对方摆炮，我这个棋走炮平六，这个坑是个基本招，朋友们大家得记住，这个坑特别实用，大家不管在业绩的水平都有可能会走出这个坑，这个坑大家最好背下来，直接报废。你看啊，跟笑笑下棋就是一个坑连着一个坑，上盘棋怒打死车，这盘棋五步一个坑直接给他套死了。跟笑笑下棋就是一个坑连着一个坑，坑坑一坑坑吃。好，进马，好，丢马了。哎，三下五除二必须得丢个子儿，要不怎么跟笑笑下棋呀、啊、他们家乐不行了，晚上好。三下五除二啊，走几步就丢个子儿，丢走几步再丢个子儿啊，走了十几步发现子儿都丢完了啊，你也报废了直接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。啊，恭喜叫喜的贵子，三下五除二对方就丢个子儿。啊，这棋花我们家老朋友西风瘦马光临直播间，三下五除二对方就丢个子儿，你说这棋精彩不？上盘棋走了没两步棋就丢了个车，这盘棋走了没三步棋就丢了一个马，丢盔卸甲一边走一边丢，丢丢一丢丢。花我们家邓大哥光临直播间，晚上好，欢迎玩水池超帅光临直播间，公爵大哥来了呀。三下五除二走两步丢个子儿，丢走两步丢个子儿，恭喜笑笑喜的贵子，谢谢、你想看自己的坑自己爬下爬进去啊，你怕是这一辈子没这个机会了阿拉莎。走两步丢个子儿啊，走两步丢个子儿，你不报废了？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多少人曾在我生命中来了终又还。谢谢小翔哥的认可啊。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，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。啊，这期三下五除二已经没棋可走了啊，可以说是绝对性优势的压力，把对方这期走得越来越慢。花我们家菜鸟春光临直播间，你这个棋不好好走的话，将来一拱兵拱死炮啊，你得把这个兵摆过来，摆过来之后我摆炮，这个棋打士啊，同时呢吃着兵还拱着对方的炮啊，对方这个棋全面爆炸啊。那你这么走我刚好上马，把兵吃掉进马带精，小兵拱对方要往这儿摆吗，往这儿摆我直接打对吧，所以小兵依然拱着死炮，他这个炮位置太差，他这个炮位置已经是基本报废的状态，你都可以不搭理他这个炮直接上马走，哎，直接上马，同时不让对方往这边摆炮，下一步这棋同时有拱兵的棋，当然对方进车了，这棋能不能拱兵呢？拱兵也可以，拱兵把对方的车引离，为下一步下底炮做准备啊！来吧，对方进车非常明确，不让我下一步有进马的手段。谢谢我们家风雨者大哥的温暖门卡。
吃啊。那么这个棋在这个局面下我方有什么呢？有先把对方这个炮打报废，嗯，然后呢再把这个棋我方底线炮沉下去，吃，嗯，再把我方底线炮沉下去。为啥呢？这个兵拱下来是引离对手，把对方的军引离，炮就如入无人之境，直接下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能有送马将军的棋吗？对方可以吃啊，你进去将军，对方上将，你都得将这棋将不死，嗯，所以呢我们这个棋，嗯，上马将军之前啊，最好是先提个车上来。那么提车的时候，对方就有一些防守性的一些棋可以走了，那看对方想怎么走，这棋怎么走都不太好走了，欢迎进公子关键直播间，你得先把车提上来，以至于你在进去进马一将，对方一吃，你进去将军兜底摸屁股啊，这个棋他得往这边甩或这边甩，这个时候你体现一个进去出局，送一个马，对方一吃，进去一将，对方上将，兜底一将，啊，对方不往这边甩，就往这边甩，啊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体现进去了。那么对方这个棋补士了，那补士另一手变化了，大方进马直接踢，啊，我们刚才没有明说，明说的就是对方不补士后期的变化，那么不明说就是对方有一些其他的防守，比如说补士，如果补士直接砍，对方不管退马还是摆车，将会被我方进车砍士。当对方上将的时候，直接进这个车，把将将下去，再进车砍士，这棋没有了，绝杀了。怎么办？我现在这个马已经跳上来了啊，对方爆炸了啊。我们先看对方不补士的这个后续变化，比如说对方补个兵下走一步啊，或者对方先摆个车将军吧，这个棋啊，先摆个车将军的话，我方补个士啊，这是最常见的啊。那下一步对方想怎么？将对方上将，再进去一将，将上三楼，兜底摸屁股，对方一走，啪叽摆，绝杀带走。